七公分，重量六公斤，因特殊构造。海军越一队在港口操枪，各个身手矫健，动作整齐划一，展示国内海军训练有素。一连串操枪动作帅气程度爆表，吸引大批民众前来观赏。很好看，什么很好看？那个有没有像啊？帅哥，有，很新奇，就蛮多军用的设施，还有个飞机。113年，海军敦睦舰队执行国内环岛航训，将依序停靠七大港口，12号抵达花莲港，开放参观，让民众观赏战备成果。由油弹补给舰磐石军舰担任旗舰，另外两艘成功军舰和迪化军舰是飞弹巡航舰和巡防舰，大秀武装肌肉。我学会了逻辑思辨以及如何表达想法，并且在带领学弟妹参与团体合作及完成比赛的过程中，学会了沟通及领导统御。爸爸带小孩体验枪支射击，国军弟兄在一旁指导。除了船舰供民众参观，还有许多摊位让民众体验学习国防知识。已经来参观过敦睦舰队吗？没有，过去有来过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们看。海军敦睦舰队将在下个月出航友邦，出发前先展开环台暖身训练，开放民众参观，力推全民国防，更向国内展示台湾的海军实力。